英文，还有泰语，还有日文，啊，这样东西就厉害嘞，还用法文出版了这个《大家讲台语》。对，第一本书是有关阿美的布农族的文化。要回去法国的时候，刚好发生莫拉克台风，2009年。莫拉克台风。我去救灾，然后救灾回来，我就决定要一直留在那。哇！对，比如说莫拉克台风。家用跟我们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这个赠品哦，欢迎大家哟、哦，可以来听演讲啊，咱的去咱的地区啊，各会使呢来参加摩赛。那这个过程中，嘛要拜托大家疫情时间哈、哦，还是要做好防疫。第二点哦，咱即马中华馆来消费200块，第一届摩赛时间是10月17号啊、哦。那咱10月15号的这个到在到10月15号的这个首部发表。台湾杯爱利用时间快点来上传咯、哦！这一组摩赛就是10月17号，有3间厝、电动汽车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啊、现金奖哦，欢迎大家哦哈！啊，就咱法国的这个帅哥，尾啊因为来台湾做志工，爱上我们彰化，变成爱上台湾，变成咱的这个台湾的竞赛哈！啊，咱的邀请伊伫10月15号下晡。来做演讲嘛，欢迎大家有机会来看咱这个台湾竞赛啊，伊咧对咱的这个啊生活的这个分享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咱一粒米的演讲。彰化与大师有约，让我们一起热情倒数，欢乐启动，5、4、3、2、1。